对面又约我们第二把，第二把我们直接带武神坛冠军戒指，好吧？武神坛冠军戒指，法术繁育，2100来，嘻嘻哈哈，看看谁嘻嘻哈哈，我带个伤害高一点的嘛，带个伤害高一点的金丹，嗯，带个2600的劈他，换这卡片就有用啊，兄弟啊！不能吃药的局啊，兄弟们！今天先把阿木给打服了，好吧？今天先把阿木给安排了。我打阿木没有套路，直接就是怼人就行了，就三个有爆怼人，也没套路。这怎么500点血是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？打人就500点血啊，这切了一个什么属性啊，切了个全耐的属性啊，兄弟，500是什么东西啊，全耐，哇，这宝宝也猛啊，酸蛇成型了，我要接罗汉才行，兄弟们，哎，这也痛的呀，这不是也挺痛吗啊，破甲了3000也猛啊，兄弟们，神神神神，没神难受，没神就有点难受了，兄弟们，没有神，没有神就有点难受，再换一个，这蛇咬我们咬不动，你看没有，小孩要清掉啊，跟他打这清小孩很关键啊，兄弟们，先把小孩给安排，因为不能吃药，你清掉小孩他就用不了九转拉自己了，你懂吧，我们下把可以接罗了，先把、这小孩耐得要死，这打小孩800点血，兄弟们，就既然这样的话只能给他吃灵丹套餐了，兄弟们，只能无魂灵丹给他吃一吃了，摇一摇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鬼气惊魂灵来个套餐，真的，这宝宝看性怎么这么好啊，这怎么亲宝宝，兄弟们，这搞个胶啊，跑啊大哥，回头回头吧，回头回头回头，可以，没了，他没了，一回头就没了，兄弟们，基本上一回头就没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基本上一回头就没了，兄弟们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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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宝宝来一把活血，现在点倒人就赢了，因为他没有九转，好吧，点倒人就赢了，所以说我们疯狂针对他的一个人，哎，怎么听到蛇了，这手这怎么还能点到蛇呢，我都服了，这怎么点来点去点到蛇了呢，兄弟们，我还没有点活血的那个经脉，我的天，吃无魂怎么点到蛇了，我操，关键时候点到蛇了，没有点到对面人居然点到蛇了，有无魂，无魂套餐给我舔，神神，不太行啊，兄弟们，哎，对面还能够回血啊，对面这回血有点猛啊，有点溜啊，给他来个三人力劈吧，但是我人物速度快啊，出三人力劈好像不太好用啊，感觉再来个近台劈一下，来个近台劈一劈，兄弟，他以为我们要出地厅，懂吧，
可以，愤怒够了吧？还少一点愤怒，我的天，还少一点愤怒啊！这少一点愤怒也是很难受啊。起个盾吧，下一回要守自己。这对面怎么还能回血呢？别咬宝宝，打我人啊，大哥！老咬宝宝干嘛？有什么冲我人来？这怎么劈不动啊，兄弟们？才劈500点血，劈不太动啊！这宝宝得让他神一次才行啊，这不神不行啊，兄弟们！出地听，我出地听，他蛇先出手没有用啊！出地听，这地听必死啊，兄弟们！没什么机会出地听啊，他把群秒爆，别加血了，大哥神一个行不行？来一把神佑，哥们，来一把神佑吧，兄弟，来一把神吧，不神扛不住了，兄弟们，不神要翘了。这杀人力劈出来也没用啊，我出杀人力劈，对面宝宝先出手，你懂吧？出杀人力劈也没用啊，现在很难受啊，现在有点难受了。出个力劈清一下蛇吧，先清蛇逼他换宝宝吧，先逼蛇接个萝卜，他这个公宝宝也不太好换蛇。这蛇别神了，大哥，青蛇他换蛇的那一回合我就换地听，搏一下他牛，打不到我，他老加血，你看没有？对，先清一下蛇，蛇哥4400，他下一把可能宝宝会贴蛇，感觉这个宝宝会贴蛇，要不我们平砍，平砍蛇破一下保护，拉一把金刚，看一下能不能起塔，起塔吧，起塔吧。先把蛇哥给安排，安排完蛇再把刘哥给安排掉。蛇，安排蛇哥，再把牛哥给安排了。他这一回要换，我们拼一把。他这一回要换魔，我们这一回要直接换地听，好吧？我们这一回要直接换地听，我们这一回要直接换地听，冲吧，好吧？别耽误时间了。哎，这他妈居然知道我要换地听，不存在。高手兄弟，这妈是个高手，别死啊哥，高手高手高手兄弟，这一把预测他这一把还会群秒，按阿力的套路他这一把还会群秒，兄弟们，他这一把必群秒，我们换一下顺法冲一把，他必群秒，他觉得我会换地听，给我玩心理战术对吧？我这把换一把顺法，给我玩心理战术对吧？啊，玩心理战术啊，兄弟，玩心理战术啊，招死你！你看没有？他肯定群秒，别死了，兄弟，对吧？宝宝神一个，大哥，好吧，神一下，这人。人要翘了，兄弟，我3-5点血，真的。他这一把要换了。哦，怎么这么多三啊？舍身取义，为什么还舍不满了？对面只会群秒，因为他不群秒，他就怕我换地听给他冲一波，你懂吗？
所以说对面现在他只能取秒，没有什么花招。这杀人力劈血太少了，速度太慢了，出不了手了，没有什么攻宝宝出了，你看没有，现在就没有什么攻宝宝出，很难受。两个地厅再冲一把怎么样？冲冲冲冲冲，怕个胶啊，怕个暖，兄弟别取秒，大哥别取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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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恶心，这人真的贼恶心。没死啊，哎呦，这宝宝自动皮 A 到我宝宝，难受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对面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就这一把对面还是会取秒，因为他还有一个怨灵，我们直接丢发瘟夹，丢完发瘟夹再出地厅。发瘟夹没中，他百分之百要取秒，他下一回合秒，哎呦，这一把没取秒，难受啊，兄弟们，他这一把又要取秒了，难受。别秒了，大哥，你别秒了，他这一把没宝宝出了。这现在很难打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很难打，现在这地厅出来，他现在这地厅出来也没用啊，现在这地厅出来我人物速度快啊，我接个罗汉假砖，接个罗汉假砖好吧，接个罗汉假砖没有宝宝，他现在彩蛋面宝宝自动平 A 就行了。你看没有，这很难受啊，他人物取秒，宝宝自动平 A， 我地厅出不来啊，你关键你看出一下试一下，别别别OK， 别别别别别别别，来了兄弟们，就是这一把机会，哎都没打中兄弟们，哎可以，拜拜。哎，地厅不会速度慢吧？这是个快地厅啊，兄弟们。兵不厌诈，好吧，兵不厌诈，兄弟们，这一把运气好啊，宝宝全部打我的人，哎，关召唤线出来呀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关关关，可以，差不多，人死了没关系，宝宝在就行，一，二，一万。三四还有五还有没有啊，没冲死，难受，兄弟们尽力了。